讯息，业务的讯息。你的讯息，就一个强迫症来看，会不会很燥？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礼。千万别嫉妒，墙上丑两边倒，我看你也没得好，找回一摊不能少。墙上丑两边倒，我看你也没得好，找回一摊不能少。一代一代的批评，毫无心情暂停暂停，所有的成长分配让资本科技分裂，他们都上了下巴，做事潇洒外话不快，除了一张嘴就是不会做事。我们都下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的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迟到。喜欢不老实人，是尿裤子的事人，你实在又不在世人，不叫思想的哲理，要你用把课本珍惜，全要全都是真理，那不过考试又有争议。写来，好，好，我们拍动作，来，那个镜子掉下来 ，OK 的啦，先来一些帅的画面吧。对，我现在，刚刚是拍60，都30，有一些帅的画面，慢动作的，你说现在吗？对啊，可能会有那个，像他那个，我觉得可能有。那就待会啊。然后跟那个一吧，我觉得可能做一些，就动作了，不要对嘴了。对，就动作。你让他在，然后再一样的东西。坐在椅子了啦。没有，等一下再换。我们先拍，我觉得这边只要拍两个了。我要换地方。这边我们就先拍，就先拍两个帅的就好了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一个是。那个吗？直接来啊！尿尿，对，我们这边拍一个慢动作，然后再來就是你说枪嘛，枪我觉得在这里是不太好。都，我是觉得他现在这边是应该是要趁现在是帅，这套衣服是帅的，然后我们拍一个就是很帅，就是很像大人。